唐寅，字伯虎，为明代著名画家、文学家。仕途不顺，一生颠簸的唐寅，终身寄情于笔墨，作品题材多元，山水、仕女、人物、花卉、竹石皆可入画，笔墨秀润清雅，刻画细腻生动，构图匠心独运，体现了对人生命运的真实感悟，从传世的墨宝中展现了唐寅人生轨迹，成为中国文人画的代表人物。 Viva TV 与您分享艺术的美好。